他是小三女，我看我在这边的大家欢迎，我最爱护动物的大家长瓜基。好，可以放我，谢谢。唱这首歌有三件事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帮我一下说好。第一件事叫做接近了，第二件事接近了，第三件事接近了。台湾之光 ，Let's go！ 已经超过不止太多，好久不曾有错，都好久没有空干活，好久没做梦，像我们写的无限光疲惫，别在乎。一切别放弃，想改变身边的一切，还突然跟我们不再寂寞。双手合十，好像有了信仰，紧握着拳头，感觉到了力量，热血充满着心脏，我们变得像小孩一样，热血中不热泪盈眶。那是谁是希望？奥运下天平面积，还是输你五十年是倒下或站起来？是这样，你将世界第一拿下，是平地解穿越北极，横跨撒哈拉，是王健林拿下十九岁的那一幕，是多红福开始吃大后海创造。记录是肖新阳，第二季冠军写下的历史，让我们再为他们尖叫一次。第一件事，尖叫！第二个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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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角落，现实抽离，那梦想就在胸口角落。他们让小朋友练习十分加油，小朋友去体育用品店都说我要买声卡球。他们让两千三百万都是紧紧相连，但我们发现原来我们也可以如此团结。他们在意图点的闪灯要避免白雪，那世界期待我们叫台湾不是中华台北。他们将会突然有自信或怕了怕了，但我们七点不堵阳光变金色马车。他们给了台湾新的视野，原来我们用我们的放弃征服了世界。他们让我们过海关时很骄傲，拿出护照时感觉自己超屌。谢谢谢谢先锋，让我们跟上脚步往前冲，冲向天空。第二件事是什么？尖叫！第二个我，第二个我，就我如今打拼。好，今天天气很热，但是希望大家可以让麦克风开再小一点点，不会太大声。希望大家可以互相鼓励，说接下来这首歌叫《爱的鼓励》，大家把手机可以借给我们，把手举起来，还记得哈。好，来，《爱的鼓励》一起来。再次，好，我们要 Nike。我的衣服，当天穿的比较久的衣服，我不多穿，我只穿一件，两件的衣服，其实我身上的只是大衣，今天我的衣服也要穿，只是别的裤，今天我的衣服就是大家怕害我，怕要被谁说是什么假赛，假装开心就当把马鞭走一赛，然后假赛把你走过，假装开心只算公平，今天我的脾气好了，哎，他对，这也专心把他脸书飞鱼盘给唱会，我把这裤都穿过，今天把我。我的家是主人上的蚂蚁，有啥的你变得是被他送来的菜的你喝真的喝的啦，我还够得了啊，看我变我变变啊，白酒都看我爱情都不见了，太阳是只是大太阳都是面前都看我爱情都不见了，大家互相鼓励啦，我把你爱的鼓励手举起来，大声一点，装备，破马，迈着惯性步伐，把衣服都拉紧，扩广范围，
自己的代打，哎，来台湾人哎，让他会当心情，让继续打哎，他的小有记忆体，他可能变成三星的一代，他变成人生一代，一年一代好吧，一万啊，那个不是你不干的，一万我那是我干的，我怎样都给在路边笑，我把那东西扔给你，那东西是微笑，我不会把你甩啊，你甩了啦，哎别怕哎，一年三年。不管大雨水，所有被关的和大几年，大家的世界，一家去跑过一地的朋友，我不敢回来，我不敢回来，带来继续去打他，我今天太不敢回来，我不敢回来，带来互相鼓励，带来团结的鼓励。大家听见？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爱丽娘》，等一下大家一起跟我唱《爱丽爱丽爱你爱你爱你》歌曲。好，一切抓紧。这首歌是要讲男生常常抱怨女生，女生也常常抱怨男生，但是我觉得男生怎么会常常抱怨女生呢？对啊。所以首先这首歌先来听一下女生。现在的女生哦，要我分清楚谁是谁，我会发慌，因为他们都长得一样，好像一群兵马俑，别人干嘛他们就干嘛。少学像现在流行都是界限，都说的都成一条线，大后都快要学会还用讲，小时候都想嫁给爸爸，大后都想嫁给罗志祥，但自己一切像兵的爱上进来团结啊，上进来团结啊，站在你的外头，阿姑叔叔就都喜欢自己的男同学，我就当过司机，也做过作业，我还帮他修电脑，修到毕业。毕业典礼时，他对我说：“所以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？”他跟我都说不说，我说对，但是在我都不说，他会见面几次，就像认识一辈子。最后拜托别减肥了，我们在一起都已经像胖虎换一斤，你是胖虎，我是一斤。但我还是爱你，爱你，爱你，爱你。像你要住了我便天天爱你，爱你，爱你。你那个来了，我还是要爱你，爱你，爱你。我只有爱你，爱你，就是我爱你啊。但我还是爱你，爱你，爱你，爱你。我结婚了，但我还是爱你，爱你，爱你。你小孩跟我一样大，我依然爱你，爱你。接下来抱怨女生，抱怨男生，男生。黄金九章打成五页，又被告给冰心城市太缺，有小型食物链，然后都说自己以前是篮球队主力战将，整天跟 SBL 自己却只能赚我小南瓜，装好也是男神的才艺，天天破了破天出一打击，还有最爱讲当兵，一定是有兵天才当的难过，不会变得不是女方，是男方当兵时爱上班长。他一往前就说自己单身哪敢这样，有人听到哑巴说下只看到鬼啦，还有这整天打游戏方便打怪想虏获芳心，被铁壁的无声烽火直到火星上帝，电脑打开都只有 A 片看不满，连大微信密码打开都是找你吸毒嘛，继续调养打开视频的 A 片再调一头痒，哦是我结婚了，看我还是爱你爱你爱你，你当我来了，我还是爱你爱你爱你，我只有爱你爱你，说实话。看我还是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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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结婚了，看我还是爱你爱你爱你，你小孩跟我一样，看我依然爱你爱你，我只有爱你爱你，说实话，我爱你。这首歌叫万人，是跟大麦喇叭一起合唱的。希望这首歌可以带来更多的正面力量。
修行过程一个过关，于是这老师的他跟你头三掉，让辛苦的老师流程都可以把下他的指导，我这是一只牛顿的独断思维失去之后有点太奇怪，想会起秀阿关就补了大地草原，要算别人猜他们他们是扫雷，但我们的小队的战胜都是跑出的超越的学习条约，只剩了跑鞋加上我的肌肉紧肉皮在血气地上就是你的威信，其他的思想是非值得和平哥穿着发带背心，那这不符合他的音乐家小提琴其实都做了一次，那小提琴不如你很有气质的宋妈妈气质的气势，狮子在这群人眼里唯有一位才十几岁，一家没几件的光明拿起 AK 单调海啸过后变成的白色我现在就才多，这个尸体出动不到那小白球，人类怎么了？那五官和眼神都变得好陌生，人类怎么了？亲爱的大老板啊，请告诉我们。老爹说出这个正在提供的录音档。
考虑。你就要我多一搞，那眼神里面要塞东西。好，这个是这个里面。九十。啊，大叔哦。大叔。大叔，大叔。大叔，大叔先上台吧。做兵这么辛苦，身体够勉强。我是 DJ 亮的，干嘛？哦，我想记得抽的是 Pioneer 的 Stanton 的卡座了。Hello。喂，何姓名？285号。285号。今天真的好热，所以我只记得一句话，用还念不出来哦。没有，我刚刚有好几次啊，那两天购买已经一概念就杀了，收入超好的小小的身体一样。那我们接下来一个今天呢、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可爱的 logo， 就是我们的 Happy Gray Wang Happy Gray Wang 的这个小 logo 的公仔。那它的价值是。他家耳机要价值是10000元，那我们今天就现在请就是宝弟跟阿弟一手把拍卖从5000开始起交，那所有的金额一样会借给我们的台式龙工保护协会。对，对，所以那我们现在可能这个公仔出来亮相一下，来中间吧，还是宝弟拿这个比较合算。来，你讲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5000起交，好不好？5000块开始起交。我们会由把 DJ 给我们台南市流浪动物爱护协会，对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，请尽量踊跃一点，踊跃一点，还是先要需要一点时间提前，去领钱这样子的，可以可以可以先来了，先不要要的，不要有时间盖的票，直接盖手印嘛，有人要，有人要，有5000。5000，还真的有5000，哦，6000，我掌柜已经要抢到了，你掌柜就是你打过两个月的薪水，有没有？6000，还有没有？没有人要提高，6000要不要提高？没有人要提高，哦，这些钱全部都会拿去帮助我们的流浪动物，6000一次。6000两次，七千，安生姐，安生姐，入行七千，有没有人要加价？7000，有没有要加码？有没有要加码？有没有要加码？一掌柜，手又举起来了，6100，有还有没有？那由我们主持人来喊。8000一次。好。可以喊第二次吗？好，两次。两次。最后是那个不让进啊。8000，3次。好，那我们请你两位上来了。就是 Music Island 的慈善义演活动，那谢谢我们短音高老师。哎呀，一起来组啊！哇，这个也太坏了吧！一个公仔。是什么？好，那我们谢谢短音高老师，那请下面那边。谢谢。